铃木京香日前传出因为身体不适宣布辞演七月新剧，虽然没有公开病况，但却有知情人士透露，戏剧开拍第一天他就求诊住院，甚至已经接受手术治疗，情况让外界很是担心。对此经纪公司也回应表示，他的确在不久之前感觉身体不舒服，因此去医院接受检查，所幸很早发现病变，并没有太大影响，但在与电视台讨论后还是决定休养专心治疗。但经纪公司也强调，现阶段没有住院，没有接受手术，也没有病倒，目前是静养的状态，详细的治疗方式还在与医师商讨，也会尽早康复回到工作岗位，要粉丝们不要太担心。Bye.